知道遐白讲，是，迄一定叫开去啦吼。而且毋是我嘛看到侪。嘿啊，是安怎骗你？卡卡电话，啊，你会相信袂？对啊。嘿，安尼你较敖。好，我有一个迄个表小弟吼，我有一间吼，有一间我走来甲我借钱啦。我讲你是安尼都有头路啊，你家己娶我生囝，你再来甲我借钱要做啥？伊讲吼，伊着奖啦，伊着奖啦。啊，对方叫啥？我话讲，迄骗人伊拢不相信哦。吼，这是有诶，这是咱种少年啊，话这甲咱判断有关系啦。哈，阿妈，咪。老囡仔讲出来，咱参考一下吼。啊，不过吼，我讲我拄着一个情形吼，迄阮公公吼，阮公公有一个打电话给我讲，伊打电话给因囝是阮阿妈吼，讲打电话给因囝讲，啊，某边人奈无接电话，我讲啊，着上班你无闲，那我一定有时间接电话对无？该无咧，我讲你免紧张，我来处理看卖咧哦。伊叫我来开公司的迄个电话卖卡手机啊。哎，恁张队长就厉害了，我哩眼睛比较怕白光。结果嘞，财政部本来讲包括讲话嘞，要去提款，提款卡去提好，要去领钱，转钱给人嘞。啊，你拄着电话，啊有孙哦，伊感觉向阳都叫，哎呢，头壳安尼较无清楚，叫骗去安尼啦吼，这拢正常的啦吼。再来是安怎？我昨吼，昨啦，昨姐给你讲。讲吼，我唔知迄个学生有啥物突然甲我讲，伊吼嘛超七十岁左右吼，伊甲我讲吼，伊讲因庄个发生一项代志，讲吼因庄个有一个查某吼，都行出去行找无路，死狗，唔知咧做啥，我唔知大家有摆着这情形无？行到一个所在吼，突然间，是啥物所在？我行到倒，我知影我要去倒，到那时阵在变安怎行？无倒来，嘿，走无路，我倒来啦。吼、哦，其实这是安怎？啊，不过这后一个要想起来对无？这就是第一期的吼，咱头壳乱去啦。啊，他注意吼，比如讲，咱着啉食茶，水各方面都有防，怎个啉茶？外表会改变的。